小学统编语文教材整本书阅读书单及版本推荐。距离开学已经一周过去了，不知道孩子们有没有进入到学习状态中呢？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家长在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趋势下，都认识到语文阅读在中高考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，语文考试越来越重视对整本书的考察，统编教材的编写更体现了对课外阅读的重视。为此还特别设立了快乐读书吧，把课外阅读纳入了语文教材和教学中。对很多学生、老师和家长而言，最大的困惑还是读什么、怎么选书的问题。下面便是亲近母语为大家整理的统编语文教材2至6年级上册阅读书单及版本推荐，希望能给所有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一种阅读选择。